ハンデの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都没有，要是每个月都有黄金周就好了。再这么懒散下去你要怎么办？对了，我记得小玉的生日就是在六月。我得有点行动才行啊，毕竟小玉平时一直都很照顾我，今天也借了颜料给我，昨天还叫我做作业。这么说起来，好像前天还陪我练习单杠到很晚呢。与其说是关照你，不如说是你一直给他添麻烦。这次必须得送他一个华丽的礼物，表达我满腔的谢意。啊，送什么好呢？哎，华丽的礼物。要是姐姐的话，想要什么呢？我想想，华丽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秀秀的签名海报和照片集，还有演唱会的票，这三种合在一起就好了。啊，秀秀，我想要调味料的组合装，那个里面可以放很多调味料，很华丽吧？哦，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没什么想要的了。哎呀，对于我来说，家人的健康是最好的礼物。啊，华丽的礼物啊！想要什么都可以说说看。啊，突然来问我想要什么东西，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纯粹的眼神，难道是为了我的生日，就在准备偷偷存钱吗？那想要什么呢？多么贴心的孙女儿啊！不过。不能得意忘形了，爷爷就得有爷爷的样子，现在一定要好好忍耐，只要一块擦手巾我看就行了。啊，再认真考虑一下嘛。什么？不需要手下留情吗？原来如此，丸子为了时日无多的我，我明白了。这样的话，男子汉有藏，就考虑一下这一生中最华丽的礼物。那么就买枕头吧。哎，买枕头啊？枕头的话每天都使用，是好睡眠不可欠缺的东西啊。枕头什么的小玉不会想要的。小玉，我在犹豫要给小玉送什么生日礼物，所以才问大家，不过看起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好主意呀。再见。生日和所好，爷爷欣然等孙女，岂料赠他人，有藏空欢喜的心中诗句。第二天。对了，年子你准备的怎么样？我已经决定好要送什么了。哎，决定了。之前我去买笔记本的时候遇到了小玉。哇，这个好可爱呀，不过有点贵哦。如果我送给他那套文具的话，小玉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我要送什么好呢？
小鱼会想要什么东西呢？对了，小玉，嗯，怎么了？小玉，你平时喜欢什么呀？嗯，还是喜欢炸面包吧。啊，不是说学校午餐啦。其他喜欢的食物吗？但就是喜欢甜瓜、蛋糕之类的。嗯，我不是说吃的东西。哎，那是什么？那个，这可怎么说好呢？啊，对了，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可爱？可爱的东西，嗯，啊，那就是小猫了。附近有一只大猫，生了一群小猫，非常可爱呢。猫可是不能送的呀。哎，不可能。我是说除了动物之外呢。这样啊，是什么呢？我想保密送礼物的事情，又想知道他想要什么，怎么办呢？啊，那个好可爱。哎，什么？你看，那个是真。哦，是啊，好可爱呀。是抽奖的三等奖啊。对了，小丸子，今天来我家吗？嗯，好啊。昨天我妈妈烤了曲奇饼，一起吃吧，好不好啊？哇，我最喜欢吃小鱼妈妈做的曲奇饼了。哦，对了，去小鱼的房间，说不定能发现她想要什么。来，一起来参加舞会吧。嗯，一起去吧。这场舞会我等了好久呢。小鱼的东西都好时髦啊，和我家真是差太多了。啊，大城堡了，不知道王子这个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了。小王子，哇，我走神了。小鱼，茶泡好了。来了，我稍微去一下。嗯。桌上也有好多可爱的东西啊。一点收获都没有。樱同学，长崎同学和替山同学啊。哎，那蝴蝶结是一对的。嗯，刚才我们俩去买东西了，今年最流行的就是方格图案了，所以我们两个就领先时髦啦。哇，真可爱呀，看起来很适合你们呢。哎，方格图案，嗯，不错。没想到方格图案的东西这么多，都眼花缭乱了。嗯，哇，这个好，这个很时髦，小玉一定会喜欢的。我想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啦。啊，600元，我回来了。这个给你，静刚的外婆给你的零花钱。哎，为什么？刚才有事情到家里来了，你不在。这个呢，就是他给你的。喏。有200元呢，这也就是说，我现在总共有260元，算起来。我还差340元。嗯，这样的话应该来得及。第二天。对了，今天要不要一起去看连环话剧啊？嗯，好啊。我还是不去了，对不起。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嗯，有点事。啊，妈妈，欢迎回来。嗯，小丸子，你在做什么？做什么？一看不就知道了。我当然是在除草啦。哎，真少见。啊，你该不会是考试又考砸了吧？明明是做好事却被怀疑的小丸子。变得干净多了，谢谢，给你，这是奖励。妈妈，我主动帮忙做事，你居然只给10元。哎呀，有怨言的话就还给我。真是的，这不是怨言了，只不过要是你现在再给我10元，我会再加把劲儿的，对妈妈也有好处啦。什么意思？
再给我10元的话，我就会努力一点帮妈妈做更多的事，而妈妈也能轻松一点嘛。而且附近的人会说，小丸子真是个会帮忙的好孩子，肯定是妈妈的教育方法好。这样一来的话，妈妈你也会觉得很有面子的，对吧？这可是很划算的哟。这种唬人的话妈妈才不会上当呢。还想要10元的话，就把院子里的杂草也给除了。知道了。哎，小丸子，过来给我揉揉腰啊。好，我来了。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哎，怎么回事？今天这么殷勤，居然一觉就过来了啊。帅气的先生，1分钟20元。什么呀，居然要钱？那算了，我不要了。这样啊，好吧，看样子我也只有去给爷爷揉腰了。我按摩得很舒服，爷爷他一定会很乐意付钱的。哎，等等啊。干什么？免费的按摩我可不干呢。你这个家伙，好吧，那便宜点，1分钟10块钱怎么样？跟小孩子讨价还价，真没个大人样。我这是在教你做生意的残酷。这可是用来给小玉买生日礼物的钱，1分钱都不能便宜的。那就当我没说过吧。那2分钟30元怎么样啊？成交，那就拜托你了。果然还是爸爸比较厉害。客人，你的背很僵硬啊，要不要再加10元，让我帮你多揉揉呀？好，来多揉揉吧。哎呀，没想到小丸子也很厉害啊。真希望快点存满。后半集继续。妈妈，今天回来之后我也会帮忙的，你好好想想要让我做什么吧。知道了知道了，快去上学吧。那就拜托了，我走了。上可爱的丝带吧。等着我，小玉。对了，要不要绕到公园去玩一下？对不起啊，我今天有点事。小丸子最近很忙啊。要回家帮忙做家务。这样啊，那加油吧。嗯，小玉。去买卷心菜和黄瓜吧。知道了。找林就当做你的报酬好了。哇，那我先走了，妈妈。卷心菜，黄瓜，卷心菜，黄瓜。妈妈，我去图书馆了。和小丸子一起去吗？没有，今天我一个人去。小丸子最近好像很忙的呢。这样啊，一会儿也许会下雨，记得带上伞哦。我知道了。啊，掉到哪里去了呢？刚才我还拿得好好的呀。啊，还是没有，没有，不见了。妈妈难得同意把找零给我的。再好好的找一次，毕竟这些钱是要给小玉买礼物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是在这条路上弄丢的。小丸子，小玉，你丢了什么东西吗？掉了钱包。别担心，那里面只有买菜剩下的10元而已。一起找吧。可是，小玉，你这是刚好要出去吧？没事的。什么样子的钱包？那个差不多这么大的，是红色的，上面画着花的。我知道了，快点找吧。找不到了。下雨了。没事的，你看我
了吧？哎，小丸子要是找不到的话，会有麻烦吧？反正钱包扣子也坏了，妈妈虽然说找零钱给我当报酬，也只是区区10元而已。没事没事的，小玉，我们还是回去吧。那样可不行。哦，那是你拼命的帮妈妈做事情才赚到的一点点报酬啊！好好找一找吧，肯定能找得到的。小玉，啊，我们一起再找找吧。小玉，谢谢你，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为了小鱼的生日努力呀，再多干一点活呀，努力呀，忍耐忍耐，存钱存钱，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存了多少钱呢？真的假的？居然710元，太厉害了！我给小鱼买生日礼物去了。啦啦啦啦啦啦！好久没买吃的东西了，买点什么吧。啊，那个是真，小鱼好像很喜欢的。如果把那个别在手提袋上，小鱼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阿姨，我要抽奖。哎呀，这么快啊，买好礼物了吗？没有。哎呀，店铺今天没开门吗？不是这样的，妈妈求你了，借我点钱吧。为了这个居然花了200元。因为小鱼曾经说他很喜欢，我想把这个别在手提袋上送给他。但是你也不能抽奖抽到买手提袋的钱都不够用了吧。嗯，这可是你帮忙做事努力存下来的钱，真是傻丫头。这个我自己当然最清楚了。生日就是明天了吧，用剩下的钱再去看看有什么礼物可买吧。但是用心去选的话，不管是什么，小鱼都会高兴的。嗯，想要送给小玉的。哎呀，丸子。哦，奶奶，你是来买东西的吗？嗯，但是现在买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笨蛋，现在买不了了。丸子，这样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嗯，不过妈妈说只要是用心选的礼物，小玉肯定都会喜欢的，所以我就放弃手提袋了。丸子啊，说不定这一次你不用放弃哟。哎，为什么？哇，这么多呀。啊，这个也好可爱呀。啊，这个也是，这个也不错的。啊，这个和手提袋的花纹一样。我想剩下的钱应该够了吧。嗯，谢谢你奶奶，奶奶果然名不虚传呢。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丸子，直直的从这里剪下去。好，等剪完之后你帮我别上绷针。嗯，知道了。手工制作的手提袋吗？真可爱，可以让我看制作方法吗？可以呀，有针在这里，小心点。好。丸
子真的很喜欢小玉啊，表情那么开心。手提袋是妈妈、奶奶和我一起做的，谢谢你，小丸子。啊，这个你记得？嗯，对不起啊，最近都没和你一起玩。嗯，不用介意啊，以后还是一起玩吧。嗯，我会一直一直珍惜这个手提袋的，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手提袋。啊。真漂亮，丽同学真有品味呀、啊，手工真好看呐、啊。此时小丸子家，啊，果然还是太小了一点吧。爸爸，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奶奶，你教我缝纫吧，我想要做点东西送给爷爷。是小了一点，也饱含了心意呀、啊。啊，虽然很小，不过可是倾注了小丸子的真心的枕头啊。小丸子虽然没有买成店里的手提袋，但却因此做出了更加出色的礼物。撒娇要刚提玩具怎么行啊？没给你买很遗憾，但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我在家里说的话他们也都不听，真是太让人生气了。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离家出走和永泽想要玩具钢琴，敬请期待哟。Bye.